豫让，为报知遇之恩，为全一诺之心，数次行刺赵襄子。武士之间与王者之间展开了实力悬殊的搏杀。面对生死置之度外的豫让，赵襄子视而不杀，展现出令后人叹服的王者风范。一个慷慨权益，一个死而后已，他们的行事开创了后世称之为慷慨任侠的赵地之风气。据史书记载，豫让慷慨就死之日，赵国上下无不为之挥泪一哭。公元前403年，周威烈王正式册命赵、魏、韩三家为诸侯，史称三家分晋。中国从此进入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七雄争霸的战国时代。赵无恤既然敢去见豫让，就有办法全身而归，你等不必担忧。属下还是请主公三思，主公乃千金之体，身负晋国百姓之厚望，若有不测，属下无颜面对晋国的臣民呐。主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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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豫让虽然武艺高强，但毕竟是一介武夫，主公何必如此垂青于他呢？主公，若想把豫让收为己用，孟谈愿带主公前去赴约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劝其归顺主公。主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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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豫让这种人，理是说不通的，只有一个字，诚。以诚相待，方为礼贤下士之道。我意已决，你等不必多言。既然主公心意已决，属下唯有从命。可为防不测，
请主公佩戴此剑，此剑乃昔日干将莫邪夫妇所铸，锋利无比，削铁如泥。那豫让武艺高强，主公不可不以此剑防身呐。 玉让，我玉让不杀无间之人，无序之剑无处不在，只是你看不到罢了。剑在何处？无序之剑就在此地。玉让，你也知道，数十年来。 我晋国公事衰落，战乱不息，此地早已是一片荒芜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民不聊生。治国残暴，视百姓如牛马，惹万民生怨，天地动怒。我赵氏方能乘势而起，纵横晋国。玉让，无序自当政以后。 止干戈，开阡陌，免赋税，除暴政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生计兴旺。这就是无序之剑，也是王者之剑。它以山河大地为舰体，以国人民心为剑刃，以顺应天意为剑道。此剑一发，山河震动，天下归心。玉让，你的剑术虽已出神入化，但毕竟还是有形之剑。有形之剑。 若不依我这无形之剑作为依托，那只不过是一块废铁罢了。你的王者之剑，令百姓得其温饱；我豫让的死士之剑，乃是求信义二字。倘若无信无义，即使人人丰衣足食，也不过是一群衣冠禽兽罢了。 你，玉让，以前我是在利用你，但是你若跟了我，一定会前程似锦的。道不同，不与为谋。你还是要杀我。 您的王者之剑，可令山河变色；豫让的死士之剑，也同样可以流血五步，天下缟素。你，玉让，你杀不了我。我若提兵前来，纵然有十个豫让，也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不必施恩于我。 我已在心中立誓，不杀你赵无恤，誓不为人。我早就明白，我根本改变不了你内心的信念，但是，我又不忍心杀一个天下公认的义士。当今乱世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可是越来越少了。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哼！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，主公。 主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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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公。
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，豫让不可留啊！此人真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亡命之徒啊！主公，这豫让确实是个英雄，一个生不逢时的隔世英雄。 赵大人深夜相招，不知有何要事？这是齐国田大人送来的。哦，嗯，请。幸好田大人在齐国掌握实权，否则真是不堪设想。国君还上书周天子，隶属我等罪状。哦，是以赵大人之见，你我三家虽已掌握晋国军国大权，然而名不正言不顺，王室侧目，诸侯不服，绝非长久之计。这。 以无序之见，你我三家可各立宗庙，纷纷进士。啊！赵大人，自文王分封数百年来，诸侯虽征战不息，但以下犯上，臣夺君位之事还未有先例呀。哼！当今天下纲纪废弛。 愿苍天护佑我，赵氏基业万世长存，赵地臣民百姓永远太平。有刺客！啊！快快抓刺客！快！啊！抓刺客！都收起来。 庙内轻举刀兵，就不怕惊动了祖宗神灵？玉让。 还是赶快离开此地吧。你若死了，当今世上就再也不会有什么忠义之事了。小心豫让，小心豫让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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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 主公，小心豫让。放心吧，我赵无恤得苍天护佑。
豫让，你今生今世也杀不了我。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！那赵无恤近在咫尺，毫无防备，你早该下手啊！背后暗算，十足小人之举。哼，你既然如此坦荡，潜入他宗庙，不是意图行刺吗？我要看一看，他还有没有人性。想不到他在祭祖之时，还有几分虔诚。我不管他虔诚与否，我只要杀他，为主公复仇。你做不到。非得我来，这是我对智伯亲口承诺。可是我等你等得太久了，到头来一次一次大好的机会都被你断送了，到时杀不了赵无恤，你该怎么说？我自裁，以谢智伯。余亮，别人有意良策，杀那赵无恤易如反掌。信口雌黄！你听我说，赵无恤极为器重你豫让，你只需假意投在他的门下，他必然喜出望外，格外的亲近你，到那时再动手，必叫他赵无恤身首异处。此计管保万无一失。豫让一日为臣，终身侍主，像你这样怀二心去刺杀主人，那是给天下小人开路。走开！主公，末将实在不明白，豫让几次三番公然行刺，主公为何对他如此宽容？传扬出去，怎么令天下人小看主公？是啊。主公身为一代霸主，豫让不过是一个亡命之徒，岂能任其嚣张？豫让之事，无需自有道理。众位可知，此地乃何处？此山名叫灵山，山顶之下有宝藏无数，众位可曾见到？主公，我等看不到何处有宝啊！主公才智超群，我等万万不及，此中玄机，请主公指教。诸位此刻立马灵山，北望黄河，晋国之地，尽收眼底。西眺函谷，千里晴川，可放马驰骋，岂非宝藏乎？主公英明，志在天下。倘若志在天下，首要之物因为何事？首要之物乃是受天下人心以为己用。哦，主公对豫让纵而不杀，也正是以此显示主公仁慈的胸怀，令天下人叹服。小小豫让，何足挂齿？我赵无恤要得到的是天下人心。啊，主公英明，深谋远虑，赵氏基业必永世长存。主公，那豫让复仇之心不死，此人剑术高强，神鬼莫测，不易对付呀。豫让所为已被天下人所不容，他武艺再高强，又能有何作为？豫让，何苦如此呢？你现在面对的
你不是一个赵无恤，而是天下的人心。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了什么。玉让所作所为皆求心之所安，何必在乎天下人的看法。人之异于禽兽者，无非是忠义二字。可数年来战乱纷争，诸侯争霸，君王无道，纲常尽失，忠字已荡然无存。倘若把义字也去了，人将何异于禽兽。可当今之事，诸侯国君、公卿将相、忘恩负义之徒多如牛毛，你一介寒士又何苦认真呢？玉让身为死士，岂能言而无信。死士之性命不属于他自己，只属于他的道义。玉让所作所为，只求在天地之间留下最后一个义字。一世最后还是要死在你的手里。像你这样以仁义自命、内藏奸诈的小人，死有余辜。玉让，你可曾想过，今日你杀了一个赵无恤，明日又会有多少个赵无恤乘势而起，他们争权夺利、涂炭生灵，又会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、死于战乱。你口口声声言必称百姓，但你心中所想只是赵氏的霸业。今日我不杀你，来日你也将死于非命。不义开始，必定不得善终。玉让，玉让，今日你若伤害我家主公，你也休想活着离开此地。自从智伯死后，我玉让即信守对他的承诺，必杀你赵无恤。为了这个承诺，我玉让早已割舍一切，置生死于度外。你领死吧！住手！
者生，挡我者死，逼我者生，挡我者死，逼我者生，挡我者死。玉让！啊！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陛下，赵魏韩三家趁我大周国运危难之际以下犯上，臣夺君位，实乃大逆不道。我大周开国数百年，未有先例，为匡正世风，庆天子下诏秦齐楚燕各国诸侯兴兵伐赵，福保王室。请天子下诏。请天子下诏。赵无虚现在何处啊？在宫外候旨。他可真着急呀、啊！宣他上殿。陛下，以先王礼法，各国倾向。不得上殿面见天子啊！先王礼法，
当今诸侯还有几个人记得先王礼法呀？宣赵旭上殿。是。宣赵旭上殿。赵无恤，叩见陛下。是无恤吧？你还记得寡人？无恤20年前随先父入京，有幸得沾陛下圣言。是啊，当时寡人尚未继位，你父亲赵简子是我很要好的知交，寡人记得。当时你在一旁修理，你父亲让寡人给你的3个哥哥看相，我说这3个人都不可成大事。他叹口气说：“可惜我赵家就此衰败了吗？”寡人指着你说：“那个修理的孩子，不是你的儿子吗？”你父亲说：“贱婢所生，不足挂齿。”寡人说：“可日后能继承赵氏家业的，也只有他了。”正是从那以后，先父才对无恤另眼相看。无恤，多谢陛下提醒。无恤，若是你对寡人还心存感激，不妨今日听寡人一言相劝。无恤也有一言。要行禀于陛下。哦，既然陛下在20年前提携了无恤一次，如若20年后的今日再提携无恤一次，无恤就更对陛下感激不尽。无恤随寡人来。你可知道九鼎的来历？这是先祖武王的镇国之宝。这9个鼎代表天下的9州，是王权的象征。它是我大周朝数百年基业的镇国之宝啊。无恤啊，寡人今日把豫州鼎赏赐于你。陛下，无恤如何敢当？这有何不可呀？昔日周公辅政，就是以虎贲号令天下。无恤啊，寡人老了，
往事之中再无人才，而各国诸侯多是目光短浅之辈，大周的景欧只有靠你修复了。陛下，吾婿才疏学浅，无力担此重任。寡人平生阅人无数，若论雄才大略，天下英雄无人能在你之上啊。陛下，赵大人此等殊荣是百年未有啊。赵大人，天子是把大周的国运托付给赵大人，赵大人无负天子厚望啊。赵大人，赵大人，无事呀。赵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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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陛下，区区小鼎与我何用？哎呀，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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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陛下，快传寡人旨意，封赵为韩，三家为诸侯，永期割礼宗庙，三分晋室之地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万万不可呀！陛下，万万不可！苍天哪！莫非我大周朝数百年之基业，真的要断送在寡人的手里了吗？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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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呀，陛下，陛下。怎么回事？国君，前面有一乞丐站在路边，似有血海奇冤，要求见国君。好吧，带他来见寡人。是。朕乃天下第一义士，可你多次复仇，均未成功，可不可以到此为止啊？且慢，我看你此来并非行刺，而是来求死的。豫让，你已经走投无路，妄想以死来唤醒天下人的良知，
可你错了。我吴旭连智瑶都不杀，又怎么会杀你呢？胜利者有足够的宽容，而你除了一死还能有什么作为？玉让，你我都是英雄，只不过我赵无序是京市的英雄，而你是阁市的英雄。你崇尚的是不合时宜的信义，不容于人世，因此你注定无法战胜我。赵无序，你说过胜利者无所谓英雄小人，时至今日，在这个世上，或许如你所言，已再不需要什么道义。可是我要坚守我的道义，为了我的道义，死不足惜。可遗憾的是，我还活着。赵无序，我有一个请求，请求能得到你的衣袍，以剑刺之，以解我心中之憾。住口！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！退下！哼！好吧，念你的忠义，举世无双，我赵无序，再给你最后一次复仇的机会。这袍子就是我无序的身体，你再来复仇一次吧。